哎，你看那个火龙果多大，这样这个汤粉，老板特别好。很少，这车的状况也特别好，非常的干净。旺季呢会是这种大巴。坐了一个小时十分钟的车，已经到了宝亭。现在我们去这边的市场去买一点东西。以前每次来的时候呢，都会在这边走，这一次呢走的是这个桥，有一点遥远。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宝亭的这一个小市场。就是宝亭的这家叫京新正宗厚安粉条汤店，他们家做的真的是特别的好吃，我们每次来吃走之前也要上他家吃一顿，正好在这边倒车要步行1公里左右。好了，咱们现在开始进去了。坐这儿干啥？这是我家领导点的这个汤粉，因为我们不要肉，他就是给我们换成了蛋，你看就是这样的这个汤粉。老板特别好，我说太热了，我要喝个凉的。他说我们这有汤，你喝汤才好。是我的炒河粉。我们从宝亭的公共汽车总站
出来，然后去市场转了一圈，然后就是坐这个大巴去君兰酒店，整个一个大巴呢，就我们两个人包了一辆公汽，然后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七仙岭君兰度假酒店，然后现在我们沿着这条大道往里面走，刚才在市场买了很多的水果。他俩还要往里走很远吗？我们现在门卫呢在叫车接我们进去。这里的酒店就是服务的特别好，然后门卫都帮我们把包拿上去，有现在有这个车来接我们，辛苦你。应该的，走好了啊。好的。酒店的大厅，这附近的很多家的酒店已经全部都倒闭了，现在就只有比较好的，就只有这一家现在还在经营，所以他们家据说是在五一期间已经订满了。我们订的是一个池子水先放上，这边的水温呢是很高的，然后这底下有一个很古老的这个茶的杯，这边还有一个茶，这个是温泉的出口池，我现在要给这个里面全部都给它放上那个泉水，大家我们就可以坐在这里面泡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外面全部都是这个高高的槟榔树，这个是椰子树，
有茶具，还没有茶。这批茶是要付费的，18元到。我们带了一点这个花露水，我把花露水呢，因为它那个玻璃瓶子太重了，放到这里。这个花露水呢，在这里面放了一个小的。这边呢就是卫生间，跟那个南美温泉的呢差不多。你看一下哈，这个左侧呢，这边呢是柜子，里边有那个浴衣，我俩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可放的。然后这个呢就是左边的是厕所，右边是那个浴室，这边呢是那个洗浴的东西，可以衣服什么的放在这个里面。然后这个呢是这个呢就是这个池子，这个池子呢还带那个冲浪的，看看就是那种 SPA， 挺好的。我俩刚才泡完了，把这个水放了，等一下就是再放一遍水就凉快了。它这个呢就是可以从这边这样的开门进去，然后我俩在这边都放的那个蚊香。